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正看《大经考注》185页，倒算第二行，对这看起啊，应有真假。如要盖文，东地五林，大树阴岩，东地一关最难逃脱。盖以东地土之凡夫，书断尽见书离歇。方得老尽通，书接生死老，出动故离生方便又无托。诸名书出三界，啊，其书甚难呀。啊，有情咱有到这个所在，啊，啊，这段简单来讲。龙基土就是六道轮回啊，方便土呢，咱常常咧讲的自性法界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这个所在是啊，娑婆世界的净土。六道呢是娑婆世界的秽土，叫做啊，完成龙基土。啊，东极土内面的凡夫呢，必须都爱甲见书离歇，等甲清清气气，你着老尽通，老是烦恼的代名词，都是六道内面啊，烦恼习气拢总断去了，你才会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你这就是生方便又无土咯，就生到四性法界咯。这个代志啊，真正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这个输出。啊，咱卖讲别行的，就是啊，见书烦恼内面。像外面的积攒呢，就是见血。见血是什么的见？是见解啊！咱的看法拢看错了。那血呢是灭血，啊，见解正确，你呀、啊。就接到初果殊德环了，而大乘十信的菩萨，你都证到初信位咯。啊，虽然这是小小乘啊，哎，也都是讲小学一年级小乘，那唔过是五得利益，咱啊凡夫未当甲伊比。伊虽然无出六道轮回，也是不正未去对三恶道。这个难得咯。那正着初果了后，伊伫六道来对人间啊、天上即种环，都会当甲。诸些等经啊，诸些什么错误的想法啦、啊？你看看嘛，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，拢总啊，拢无咯。然后等经咯，啊，你就进阿罗汉果咯，就超越六道轮回，这叫做输出，不容易哈、啊。时间是真长真长啊！啊，你想要修行，咱即个修好，
行善修福，生到天上，欲界啊有六层天，不断的向上修，像读书同款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小学毕业啊，读中学，中学毕业去读大学，这就是输出啦。人间寿命短啊，天上寿命长啊。一站比一站啊较长。那伊得到第二十八站，飞上飞飞上诸天，寿命偌长呢？来百万大劫啊！这个大劫是这个宇宙行诸怀空一拜，这一个大劫啊，八万处啊！未完处，这屋就派去咯，钱也无咯，去倒位去呢？去他方世界啊！那屋就之间星球太多，去别个星球去咯。将来这地呢，世界个星球啊，你个倒转来。时间太长咯，什么时阵才当成就呢？啊，所以凡夫啊，修行佛道真正是无容易，这无容易吧？呀，不过这个法门就无讲咯，这个法门无出这个办法，叫行巧，呀，唔免经历天上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，唔免经历。对人间都出去了啊，这叫做行巧啊，不是输出。金处往生法门来下冬季会啊，这个会土啊，离生冬季经啊，生到冬季净土，这经是在哪位？是这经是叫世界啊。啊，那农行到极乐世界，农基土，那是啊，农基净土，比咱这地的净土也更加清净。啊，咱这地净土呢，不过是罗汉，不只佛念念。啊，极乐世界的净土是阿维瓦地菩萨呢，你哪会当比啊？阿维瓦帝是咱中国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就是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就得到了啊，不是你家修来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乎你的啊，不是你真正证到，但是阿弥陀佛加持乎你有路用啊，不是无路用。啊！你只系当享受到啊，这就是啊，叫做世界不可思议啊，无比殊胜啊！啊，这先结了这段生死啊，那六道生死无了，连十法界变异生死嘛无了，这叫做行出三界。啊，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，有或者东西一定爱会记的。你这个世间，无论做什么好事，随缘，唔免去找，这都唔好咯。啊，找，用今日叫做世界你袂当去啊。啊，有缘，你也众生的代志爱。做啊！医生家己的品味都无要紧，只要我真正会往生，然后往生品味加一点也不要紧，无所谓未计较这个啊。但是就要决定得生啊！啊，做好事呢，那谦虚
现在来看基调啊，啊，唔贪贪名贪利，啊，目到一点啊烦恼的时期咧，咱的功德就变作福德咯。功德是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了生死出三界。福德啊，唔是，福德是人天福报啊。差别太大了。啊，所以用心爱顺境，唔通有一点点啊私欲啊。啊，有一点点自私的欲望伫内底，啊，就变质咯，甲功德变作福德咯。啊，世间人未了解，认为讲这是好事，人天福报嘛真好啊，唔知影讲人天福报未当出轮回啊。啊，你想到轮回，这想得真可怕，咱绝对唔通去做这款代志啊。呀，我捌去拄到一个两摆，一摆伫台湾，一摆伫国外。啊，嘛是朋友参加竞选。呀，伊来问我，啊，有这机会爱争取无？我就甲伊讲，你啊，竞选的目的何在啊？啊，讲是为着家己升官发财，名门利用，这都唔免啦。如果若讲真正是要为着国家、为人民做一款好事，迄有价值，我鼓励你也去竞选。啊，你讲你是不是选调？这一般来讲，拢是命运啦、啊，命运啊是会当改变的。啊！你真正发大愿，你要救国家，你要救民族，你要救人类，你来命来对无，你也会动算。为什么？佛菩萨会甲你加持。嗯，中华民族历代祖宗为神会加持你啊，加持你。那命来对那无你嘛有啊？你唔是为了家己啊？你是为救国救民啊！啊，所以这祖宗加持你啊，神明加持你。啊，个人。不例外啊，我家己就是这真明显的你第一名，我这身心背离，真侪人知影。你提起我算命高明的人，你去会看麦第一名。那寿命呢，只有45岁。为什么会活这么久呢？我不求长寿啊，我只求往生啊。啊，大概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做这个方法理性、达纲纲经的人拢无了。这个啊，佛菩萨留着我伫这个世间来纲经。我想应该就是这款代志咯。啊，老真久咯。那45岁个，加一辈啦，就是90岁咯。我估计90是真近咯。这真长真长啊！了凡先生啊，伊研修就21年尔，
那我这演了48年啊，所以讲唔是为着家己，为家己寿命老早就完了。啊，所以是讲这个道理啊，啊，唔是为着家己。何况中国传统文化，唔是属于一个国家、一个族群呢，伊是属于全世界啊，属于啊全人类啊。啊！全世界的人拢需要啊，无一个无需要的。你是不是爱身心健康呢？家庭幸福呢？中国传统文化会当帮助你达到啊！啊，你有想要国泰民安、社会安定无？世界和谐无？啊，中国的传统文化、大乘佛法拢总会帮助你去做到，你明无？啊！你若是真正做这款代志，佛菩萨需要你啊，祖先需要你啊，这不是你家己的代志。那、啊、就是讲寿命到了，嘛要互你延长几落年。呀、啊，做出一个成绩出来啊，互给幽灵啊，你才能走啊。啊，你讲起来，培养人才是今仔日最大的一项代志。啊，人才要安怎来培养？都要照老祖宗的方式。啊，我一生出来讲经，老师教我的方法是传统的老办法。佛小祖啊，我对佛小祖出身的啊，啊，早年有一个烟培法师，嘛是一个讲经的法师，大我10岁啊，伊80岁就走了。伊啊，80岁，就是我70岁迄年。35年前，我伫香港讲楞严经，伊来这所在佚佗旅游，伫香港拄着咯。那我陪伊斗阵去旅游，做相拢是出家人，这是一大法师啊。啊，台湾代表先多些主持啊，我嘛真惜啊！啊，阮咧讲到佛学院，啊，伊真感慨咧讲，啊，伊也记着我，你嘛是讲经法师，你甲看咱这啊讲经法师，倒一个是佛学院出来呢？无一个啊，拢嘛是佛小祖出来啊！就包括你在内，那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啦。几千年都无改变啦。那一个变都啊，变都出未当出人才啊！我伫佛学院嘛教去几年啊，也唔敢教咯。人问我为什么，我讲是五灵主地啊，爱攀因果责任的啊。啊，所以讲经的法师，就是伫咧讲经听众内面选拔出来啊。啊，条件咧只有两个，一个啊，记忆好。啊！你听了后，你记会条。第二个理解力强，有这两个条件，
就会当家己啊培养做讲经的法师啊。那无这个条件，爱听经啊，明了经教，伫做内护啊，啊道场内面做内护，啊都、就是讲道场是一个学校，学校有教员有职员，袂当做教员就做职员啦、啊。这内护啊，外护的是在家这个技术啊。呀，何其正法！呀，那是讲对佛法不了解啊，这就困难咯。讲经法师真艰苦啊！那为什么障碍太多？佛法的人伊未了解，那往往啊，真热心的做不如法，障碍法师修行。障碍法师讲经，那今仔日佛法衰到极处，佛法的人才都拢无咯。呀，伫台湾，准你。我伫迄边去伊亚洲边，住八个月。啊，南部东修有一块地，伫台南市区，啊，想要建立一个道场来找我，这些人拢是熟悉的人。拢常常听我讲经诶，我就甲伊讲，建道场若讲建家甲其他寺庙同款，台湾诶庙有够侪咯，有你一个无侪，无你一个也未少，毫无意义啊！啊，伊问我讲。啊，要什么款的道场呢？我讲无种不懂啊，台湾无呀。什么道场呢？学校的道场啊。那古早时阵呢，新义庵堂拢嘛是学校。无一间无咧讲经呀，无一间啊，无咧念佛的呀。也不是念佛啦，都是参禅，这个行门啊，开门都是达刚刚经。今仔日台湾无咯，开门行门拢无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噶咱那所做的榜样都是教学。伊啊，三十岁开悟，开悟了后就从事教学。七十九岁完结，整整教了四十九年啊！啊，所以啊，讲经三百五回，说法四十九年。啊，会是主会，现在讲办活动，办工作，即下无你去办工作。四十九年办了三百外拜，啊，每拜时间长短不一定，规模大小嘛不一定，啊，规模大的有一万外人参加，时间长的有几多年，嘛有短呀，啊，规模真小，十几个人、二十几个人有啊。时间是两三天，我那天都也有，所以也不一定，拢总是随缘啦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无道场啊，到一个所在请，伊就去遐去啊。一生啊，游化伫人间啊。
啊，咱都要了解啊，都要弄清楚、弄明白啊。啊，今仔日全台湾是欠一个钢筋的，这个啊道场。哪讲这道场无咧做经常佛事，无做法会，宗教活动拢无，只是啊，逐工咧讲经，啊，这个道场都无讲咯，这道场起起来就有价值咯。然后社会大众看卖，这真的啊，释迦牟尼当年在世都是这款的啊，咱该保留落来。啊，遐个人听到我按你一个讲，真欢喜，啊，咱就起一个。啊，所以我甲帮助，这道场起好了。啊，我去参观，比我想象的也佫较好。啊，因为因的讲堂啊是现代化，啊，比我所想的佫较周到啊。我去参观，真欢喜啊！伊啊有啊七个讲堂啊，每一个讲堂啊拢咧讲经。啊，听上爱听什么啊？你都去啊讲什么啊？好好啊，帮助学习。我师也无得请，咱即嘛有功德啊！伊每一个教室拢有电视啊。这就好办咯！啊，咱啊放功德来学习啊，所以只要有这个助教对应的咯，放一点钟，大家看完了后，这个、研究讨论，有这个助教像教练同款，伊来帮助，啊，帮助解答问题，指导咱对啊。这个啊，经义的这个理解，如何会把这个经义落实到日常生活，落实到处处待人接物，活学活用啊！这个啊，佛法在这个社会上耳目一新，好代志啊！啊！开幕即天邀请我，我去参加咯。我伫台南住两暗，过间啊，讲四小时啊，叫我开中讲四小时，也都是这部无量寿经，讲一天，早起两点钟，下晡两点钟。我讲恁都要继续落去啊，绝对也唔通中断。啊，所以佛法重要，无真正有力量来佛法的人，都会有障碍啊。啊，所以我嘛有介意啊，请了伫。地方上真有兴旺的就业啊，这个、技术一出来，那就无问题咯。啊，起道场就来起这款的道场啊，规模不管大小，都是在上课，一个讲堂嘛用。那个钢筋，过去数学啊，都是只钢筋咯。所需要的啊，都是达工无中断啦。有警告。对于断烦恼真正有帮助，为什么理事啊愈来啊愈清楚，愈来愈明白了啊，真正创清楚创明白了啊，你就会放下了。
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用，放下七情五欲，你的境界不断啊向上提升，智慧增长啊，德行啊增长，应该呢不断向上提升。你就发喜充满啦，啊！学生要去倒位找呢？未当招生啊，招无学生啊！啊，师生是讲缘分的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！老师要找学生难，传法的学生不容易，学生要找这老师嘛难，这拢是缘分啦、啊。当年烫天不断的讲经，自然会去拄着有缘的人，一定来听经。你经教真欢喜啊！去观察伊个境界，甲伊讲话个境界，伊啊领悟能力啊，符合这个条件，就较鼓励，可以学习，可以啊复讲个机会。这就是真正栽培的人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啊，大讲堂，伊迄边大讲堂大概会当啊，容纳300人的款。啊，小讲堂大概容纳50-60人，学生啊，学讲连续讲经，也未当可以啊中断。那每礼拜至少来讲一拜，那一拜规定就是一小时或者两小时拢会用的。那伊听经，每礼拜伊家己啊去做准备，学讲啊一定爱写讲稿，讲稿啊一定都是考古文学。就是把他所说的隆重的写出来，写出文理。那一小时普通一般的这个速度大概都要一万里。哇，说的速度比较慢，一小时差不多是8000里的款，两小时就是16000里啊。一礼拜会写一篇讲稿，做一摆的讲演，你的进步啊，就是非常快速。啊，这个方法呢，是对阿难尊者一直传落来。世世代代拢无改变，佛学院呢，改做一个新式嘅，亲像一般学校嘅这种方法，未当啊出人才啊，这是咱几十年嘅经验。未当唔知呀。老办法真好啊，真有效果。对于能力强的人成就对真紧，
这个讲到阿是净土宗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伊也无需要断见思烦恼，就是生死咯。安怎呢？但令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真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是什么呢？度众生的心。啊，要度众生呢，大生爱度家己啊。家己若无度，你要安怎去度人呢？啊，家己要安怎去度？要安怎度呢？四弘誓愿内底啊，大生啊来断烦恼。这个咱这个灯呢，是把烦恼减轻，我们是真正灯。输出的都爱真正灯啊，咱这不是真灯啊，把烦恼降温咯。尽量减少啊，这好办啊，完全断是不容易啊。啊，日常生活咱啊，食会饱，穿会少，有一个水晶厝啊，凉风避雨啊，有够，唔通过多求啊。基本生活会当过啊，无求奢侈。这是净宗东学的断烦恼，有法门呢呀，唔免去呀，讲学多门，有真多经论是无必要。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一生都是学一部经典。啊，中国佛缘这么大，你也讲一部经。讲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咯，半个月一个月都讲完一部啦。啊，你一年这个所在讲完咯，啊，来去其他的所在来去。中国有几落千个关，大概你话到一百岁咧，你还未讲完。如讲如好啊，讲一句咯，就会得定啊，就会开悟咯。啊，免创罪啊！啊，创罪啊！贪罪不灭烂，人拢会轻松，自己啊得不到利益啊，别人得到利益啊，真有限啊！必须自己要得到利益，别人啊才会得到利益啊！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啊，所以门深入，当时分修。一部经行遍全中国，啊，每一个关内底啊去讲一摆，你甲看卖，讲一世人都还未讲完满的啊，唔免去学真多，四过去做人客，唔通去做主，做主真忝啊，经营这道场足辛苦呀、啊，做客较好啊，我伫遮去住一个月，一个月我就走咯。呀，伊把我当作贵宾来招待啊，这偌自在啊！啊，我做专家，唔通做通家，容易啊！正宗的理念精神完全相应啊，所以咧，别梦佛观名家。你真发这款的心，认真去做，佛菩萨的啊加持你，阿弥陀佛加持你啊，文殊世尊加持你啊，
为什么你啊心定？你无贪心，无杂念，无妄想。除了钢筋以外，就一句阿弥陀佛。在这世间有人无精，有水无求，你是偌快乐的啊！那古早时阵，这款的人多呀，所以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啊。啊，中国的两百年前，是佛道教化的社会啊。啊，日本是第四百年前，日本是比咱淡去较久啊。因是性格西方人接触西方文化，在我们的进前，我们就在后面，所以日本传统东西淡掉四百年了，我们淡掉两百年，但是日本人的付出，民间甲佛陀教化的也阁会当去啊保持啊，所以农村的啊，日本农村的人民非常淳朴，非常哦可爱，哇，看到真欢喜啊！用骨地往生净土，其实之一啊，国民已行道啊。八万四千法门叫做难行道，净土法门叫做已行道，如是方便啊，直接殊胜稀有，乃十方世界之所无。故地极乐当居圣物十方佛陀，这给人信心了。这个方法确实方便当中的方便，地界当中的地界，殊胜稀有啊！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只有弥陀一家啊，其他诸佛刹土内底拢无呀。啊，咱问讲，诸佛刹土有需要来去啊建立无？唔是讲未当建立，佛佛道同，成佛咯，智慧是平等的，人啊是平等的，上好平等，无一项无平等。阿弥陀佛做一教，一切诸佛罗马做一教，也伫这站出来对人，无傲慢。无嫉妒，无好胜啊！所以诸佛看到阿弥陀佛做教伊啊，伊欢喜，伊免做咯。啊，那是讲恁啊，那要修啊，修这个法门咧，佛陀送你去极乐世界去啊。啊，这点咱都爱学啊。世间有一寡人看袂到别人比家己好，总是爱家己超过别人，这个念头啊袂当啊成佛，这个念头袂当出六道轮回，这也是凡夫严重的烦恼习气啊！唔通有这个念头啊！啊，所以诸佛如来无这个念头。
啊，诸大菩萨也是无这念头啊。阿弥陀佛已经做出来了，一切应妖啊，都嘛归阿弥陀佛，所以称赞阿弥陀佛，功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也就是讲啊，难度的众生，未当度的众生，待业已会当往生，拢总拢甲劝伊啊，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你看佛的这个心量有偌大？啊，十方诸佛的心量有偌大？阿弥陀的成就，就是诸佛如来的成就。无丝毫差别啊！啊，为什么去增强好性呢？啊，增强好性就是道精心嘛。啊，有这种念头，有佛将来要去倒一倒呢？阿修罗道啊，罗刹道啊。因有智慧，有福德，啊，都是啊，好行。啊，所以好行念头生在魔道，修罗罗刹是魔道，这种好行的，唔通有这个念头啊，有这个念头真艰苦啊。为什么这是烦恼习气啊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做东基圣贵十方佛土，有待往生乃属凡夫，这一定要知影。那咱信教叫做世界是人天新婚呢，但无退转。这难得咯，凡夫是会退转呢，你到极乐世界都未退转，为什么会退转？这是阿弥陀佛，还感恩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本愿啊，为生加持啊，你生到遐去就证着三种不退转。啊，三种不退转就是啊，明心见性的菩萨咯。我们是凡人啊，超过声闻，超过眼觉，超过菩萨咯。啊，《华严经》给人称作是发心大师啊，也就是讲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伊的智慧神通道力，啊，发心菩萨平等。呀，太殊胜了！这一生成佛了，故往生东极，亦即完生四土。完啊，是圆满。你生到凡生东极土，当时啊，你会去到地方便土啊，会到十宝土。啊，一个生一切生咯，这是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啊，同基础啊，咱都有到这地，啊，看这个啊，红同基础啊，看第二段红边右土。啊，咱来看注解，念落的注解，方便有土，有人念佛啦，恭亲啊，恭喜功夫，有相当啊，深厚功夫咯，以二十乱之心，
专念一句名号，心口相应，得离分明，心不离佛，佛不离心。这个功夫做够了，不是真困难啊，只要你肯放下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大心爱放下呀，有忍无争，无事无求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学佛学圣贤，心未定绝对是学不着，为过较多也未用呢。那开经有讲，观界如来真是义，凭什么呢？啊，大乘教典讲的凭真诚心，凭恭敬心。啊，现在问题来咯，你去到位啊，去找到这个啊真诚心呢、恭敬心的人呢？无念无争，无事无求，要去到位找这款人，不争不求，心是定的啊，这真诚心会出来啊。好性、好精、好强，都无办法。你也心不平啊，你也无定功，无定，对大乘来讲，就是无福报。定心福，定心慧啊！啊，所以定是福慧的基础啊，是福慧的根源啊。啊，定要怎么修呢？一定要持戒。人咱一天吃一顿低足，为什么真多人一顿都吃不到啊？啊，咱有一件衫通穿啊，都低足了，什么都唔通求啊。一切随缘，绝不攀缘。啊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啊，这拢是佛菩萨时时刻刻的叮咛咱啊，教导咱的啊。咱也知影伊真是义啊，伊是为咱好啊，唔是为着伊。那咱依教奉行，真正得利益咯。那最大的就是清净心现前，你偌快乐，所以欢喜充满，一点点啊就满足，就欢喜咯。呀，只要得讲。无障碍，有时间读经，有时间听经，有时间讲经，啊，甲有缘的同学来分享，这偌快乐的啊！
国古早时阵的帝王，我捌听讲过，英鲁帝国唐太宗用军事治下帝国，用佛教民，佛教百姓拢教好了，一个一个拢安分守己，拢知足常乐啊。无想到我即摆伫苏里兰卡看到了，人民是遐尼可爱啊！啊，全民啊接受佛的教育，法师大家拢会讲经，啊，我看到的物件，因最主要经典《法句经》，南传、北传这两本。啊，总共700多首偈，内底真侪重复的，啊，拢嘛是咧讲啊做人的道理。内面的内容确实包括着咱今仔日所讲的三个君、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全业。啊，在校学生每礼拜日一定爱去到附近的寺庙去接受佛陀教育。我有去参观啦，礼拜日寺庙涂骹拢坐满着人，啊，总有两三千人接受这些出家老师给他们讲经、讲故事、教学。啊，这个国家大部分啊，拢是佛教徒。啊，佛教徒大概占75%以上。啊，甲其他宗教嘛会当和睦相处。伊迄地有印度教、有基督教、有伊斯兰教、有啊天主教。拢也互不相处，互相尊重，合作合作，甲人民拢教好了。啊，中国这个皇帝，伊知影，伊啊带头。啊，用道教祭祖先，祭天地神灵，也甲儒释道拢总用着咯。啊，东朝开元了后，中国的三教九流就变成一家咯。啊，三教九流真正有啊，但是会和睦相处，会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关怀、合作合作，这社会偌好啊！太平盛世啊！啊，只要甲中国传统甲切断来。
太平盛世对现前，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太丰富了，蕴藏着一个人对修身、家庭、事业，到社会、国家、民族，一直到世界和谐，那些其中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完完整整的保存到现在啊，在四库全书里底。那东太宗的军书第一爻呢，是四库全书里底经、史、注这三大录的精华，这精华录啊。同时他命令这些大臣东代的大学问家在经史注这三大类里面去挑选，选到最后算出65部的书，各对65部书的来对呢，再出伊的精华，变作一部军书第一号。大同盛世啊，都是靠这部书成就的。这是东太宗帝国的宝典啊。今仔日个重新出现，我看着真欢喜啊！四季拢有印。各种无同版本拢出来咯，我看到无限欢喜啊！现在说笔记，赶紧啊，改呀，翻作外国文字，用外国来流通。这摆的苏里兰卡咱有盐。马来西亚印的这个军书第号360，还做这个英语的版本呢，有带500本去斯里兰卡，送200本和总统，送300本和联合国，这物件出去咯。你也起一定的作用，为什么？我看每一个人提到手都不敢放下。赞叹这部书真是智慧，真有路用啊！全部都翻作这外国文。我估计大概都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这个下面这结尾呢，是这个
那这是方便土，方便有土。那这来对啊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二十乱之心。这物件放下，真正都要学，无管人，无管事，无管钱。爱心放下，这物件真困难啊！我的语言真粗心，我拄着韩馆长，啊，韩馆长就是管人、管钱、管事，伊拢爱管啊！啊，我拄着这款人太好了，啊，我讲好。你家也全部拢合理，我家也逐工讲经，你都爱甲我找一个机会，啊，互我每工讲经为终端，伊做到啊，所以阮两个人交换这条件，啊，我会当放下这杂乱的这个念头，杂乱的思。怎么念头拢无了？转念一句啊，明好，念久了，念偌久？我想结果三年。啊，咱看到足多往生的。无超过三年啊！连深圳吴中昌技师，这三十出头的少年家，你做实验嘛？试看卖三年是不是成功？哎，真成功了！啊，养生是两年十个月，搁差两个月满三年啊！有滴时机红星期了。普通人啊，拢会当做会到啊。到念念相续的无有间断，如是念佛，名名随心啊。啊，随心是啊，真正会把这个见思烦恼放下了。随心的功夫啊，是啊，得悟啊，阿罗汉，伊阿个有分别，要起心动念，执着啊无咯。六大诸境界，虽不求断惑，你啊见思烦恼自然断落。这是讲什么呢？是讲念佛的人修这法门呀。哎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《阿弥陀经》，经文相无，于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有这两句，这一心不乱，不是原文啊。梵文本来对这原文呢，是啊，一心一念啊，是一心一念。圆宗大师翻译的是一心一念，罗西吧翻的都是一心不乱。啊，伊有犯错无？伊无。啊，咱的功夫搞一心邪念，啊，即地念念相续，没有间断，这都是一心邪念。
啊，为什么罗七大师要改啊？反作一心不乱呢？是你伫个往生的时阵，你啊大圣看到的是佛光，阿弥陀佛放光来照你，一个接触到佛光，个你啊功夫提升一倍咯。啊，你本来是一心邪念呢，你却啊都提升到一心不乱咯。就是这个讲的啊，虽不求断惑，你见思烦恼自然断落。啊，这个属于心，这是啊，得到佛力加持啊，这将处改之动机会妥，形成极乐方便有妥。见血登落，是啊，中品。书写登落，是上品。咱这讲三不用心，这也是方便有土，大概咱去往生的方便有土的人真多啊！啊，因为你去的这个时阵呢，确实啊，都是完成动机土，完成动机土来对功夫好啊，佛光一个照就提升到方便有土去了。啊，方便有土内面的菩萨啊，真正亲像阿罗汉这款的人，或者是三句以上的这个人，发心坚固，你命中时啊，佛光一个照，真可能伊就到十不中央土去了。啊，佛力的加持啊，是不可思议。啊，咱过来看第三，十部庄严土。187面，咱看注解，倒算第五行。第三啊，十部庄严土。六业佛念佛，历历分明，都是啊清清楚楚，一点啊拢未啊模糊啊，清清楚楚，言住者我，唯处一念，无第二念，啊不为贪嗔烦恼。诸念之所杂乱，是名随心。这啊，心境界呢？啊，是方便有土的人。啊，这是咱会当做会到的啊。做未到，就是你啊，无放下。啊，无放下是你啊，对有事实真相了解，甲无够透彻。啊，什么真相？唔知影这世间苦，啊，唔知影极乐的乐，这苦乐你无创清楚。啊，对极乐世界模糊啊。唔好完全相信啊，对于这世间掠做讲真乐，也有留恋，也唔敢离开。啊，这款人念佛，家己啊造成障碍啊。
真恶妄性。功夫就要在平常养成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每天磨练，磨练到真正境界啊，现前咯，不动念头，一句好好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大尼李老师教阮的，我嘛听听，把这个话转送给大家。老师教阮，把心内面，把这些笨手拢总个清除，拢总放下，把阿弥陀佛请入来，和你的心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以外，别无一念，就是讲无第二念。这个世间呢，好事歹事，感觉拢总无相干啦。怀疑什么意义，只要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安尼念佛，无一个未往生呢？真正都是万寿万人期呀！佛是门中，不舍于人，两地净土里是啊。真威啊！哪有丝毫贪婪的心？迄就是咱的障碍。唔通看唔起一点啊！可能伫临终也起作用，障碍你往生，就真正错咯。思想即得，即属于心；理想未贴，属定门业，没有悔过。属于心是得定，无开慧啊。智慧若开了，是理心不乱。所以啊，即头前讲呀，慧啊无开，若有迫切干条，更进一步，就是搁再努力。各向上提升，不住本性忽然契合，了知灵念所念为是一心，这就是理心。那不住本性忽然契合，这句都是啊明心见性，代替大我。也甲三种天我生佛是同一个境界。也了知灵念所念为是一心，这就是见性了。不住有念，不落无念，念不念念吗？无念无念，念念所念，这个念头也无了，完全是啊归到自然啊，自自然然呢，这个佛号一天到暗都不断啊。如果啊，苏超文，NT 大师讲的，
六爷，岂有这灵念之心，本体自空，所念之佛啊，了不可得，清清楚楚，不着相啊。那灵念的心相，所念的佛相，拢未执着了，拢啊放下了。六言起无即灵念之心，灵灵不灭。所念之佛啊，历历分明。啊，你去细心观察，能平不足，卡卡实实，佛号清清楚楚，念念相续。那伊心内一个杂念都无，连念佛的念头都无，这是无念离念，念离无念，言思罗转，不可名状啊。这个啊，境界富啊，啊，这境界是利益心不乱，伊一点拢未迷信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唯识心清净本莲之体。甲慧能大师开悟时阵，同一个境界，应有何法离得杂乱？是明离心。啊，真正知影，家己甲佛是一体。你是否怀疑啊？都拢无啊！啊，一个杂念都拢无。阿弥陀佛，我是一体啊！释迦，我是一体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我嘛是一体啊！我向四面去看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拢是啊，自性变现的幻想，包括这三土拢嘛是幻想啊，叫做世界三土嘛是啊，了不可得。真的是什么？只有相持功才是真的。啊，相持功灵性灵现，相持功是家己的本体，是家己的真性，是家己的本性。啊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是一个家己啊，啊，这才真正创清楚、创明白咯。啊，建成了后，咱来讲这个自性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大慈大悲啊！大慈悲心自然流露出来，啊，不是要发，发也会起心动念，自然流露出来，对一切人，对啊。一切的事，对一切万物平等的慈悲啊！啊，这个慈悲是讲不出来。言思罗转啊！
哪讲未出来，咱想都无办法去想到啊，无办法想象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是理心说非门业兼得定果啊！这个境界是啊，定慧根定，念佛了达利益心，不一分无明，即是十宝庄严土。同时分正相即功净土。那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完成四土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真正是十方诸佛刹土内底无的在此啊，唯独极乐世界才有啊！啊，咱今仔日会当去拄着，就伫眼前。只要你个把握着，你就会得着。啊，唔过会记你哦，对这世界有丝毫的留恋，你就袂当去啊。啊，那请问咱去把咧？国家去移民，也一定要检查身体啊！叫做世界这检查是非常严格，有一个细胞有病毒啊，啊，你都啊未当去啊，伊都唔接受啊。啊！必须把所有的杂念拢做放下。啊，真正去到迄地咧，是清净平等觉。这个人到这个世界是生死簿啊，庄严土，破一分无明，净一分的。发心啊！你《华严经》啊，还告初诸菩萨，也告啊初地菩萨。下面讲了十部庄严土，乃发心大师之所有故啊。这内底是什么人呢？拢是证着发心的人。也是因住的这所在，因修行的所在，啊，别教初地，还教初住以上诸大师，悉得成处啊！禅宗内对讲，代贴代我明心见性，也因往生到这地，好。一分不明，净一分发心，方生出土啊！啊，这是叫世界真正的净土。出土大师，色心自在，心土何现呢？啊，这是讲这心通妙用啊，这是最高的科学啊！你家看，有一何端，这是讲咱这身躯的这个门啊！啊，这末端啊是真正水啊，现不妄察。
伊伫即个阴谋端内底，看到金箍雕，看甲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有这能力啊！有弥陀利转大法轮啊，这四句拢嘛是不思议境界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普贤菩萨的境界，伊有能力，你。我顶佛禅，那今仔日两组的学家，这个啊弥顶伊也看到了，啊，甲咱讲是真的，唔是假，啊，但是弥顶内面有佛禅，伊无看到。而且佛经隔壁个关于一招咯，啊，普贤菩萨啊，令的弥顶内面的这个佛刹啦，这是因无办法去想象的。也一定要知影，这个境界内底虚空无了，时间无了，空间也无了。科学家发现呢，伊也阁是有虚空，佛菩萨知影呀，佛菩萨是对定中禅定内面。智慧也开了，看到的。那、啊、这都是大乘教内底非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向生呀。科学家现在知影咯，物质现象。对心向生的，啊，信息甲自然现象安怎来都唔知影。现在讲伊也无原因，但过几几年啊呢，无定伊就会去找到原因咯。啊，但是不管安怎找。因为伊的第六识、第七识无转，所以啊，伊还阁是有空间甲时间的观念，未通突破啊。啊，科学家的发现，讲实在话，石头丸都未通比。石头丸突破了时空啊，科学家无啊，因为啊突破时空，伊才会得到天眼通、天眼通。啊，科学家这两种能力无恢复，这就是意识凡人啊，伊也唔是圣人。啊，理故苏德涵故恢复两种能力，小明通、大心通，别人心内的起心动念，伊知影。这个代志是真的。早年罗观老法师
甲我讲，伊伫抗战期间，甲金山瓦布捌做伙住过四个月。伊讲啊，金山瓦布有他心通，伊心内有心代志，伊拢知影。你又无办法去瞒伊啊！有宿命通，知影记起事，过去的未来伊拢知影。啊，所以肯定这个法师啊，这不是凡人。一生内面也是一套小挂裤，外面一件长衫，啊，春夏秋冬四季拢嘛这款打扮。寒天无听伊讲伊咧讲寒的，热天也无感觉会热。伊这个行持就真亲像济公啊。人啊，非常随和，非常随便啊，就刚刚嘻嘻哈哈啊，帮助这哎呀困难的人解决问题啊。顶天在心通故事。有一本书，伊亲眼看到的，记录伊啊一寡故事，确实像小说同款的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伫台湾做文化书，嘛有写一本。关于金山瓦布的这个记录，但是朱芬法师是听讲的，四鬼去探听，也罗关法师是亲身跟伊住四个月，伊知影。啊，所以佛经上这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而且呢，每一个人拢有这能力，所以唔免心鲜。啊，那嘛是知影讲，要如何来恢复这种能力，关键就在放下。啊，你唔肯放下，这物件障碍你的智慧啊，德能啊。心通是伫德能内底，啊！你拢做放下，伊就拢恢复咯。啊！如果会当亲像法身大师同款，法身大师会当住在这弥顶内底。啊，弥顶内底有四界啊，弥顶内底有佛刹啦，会当住在末端内底，你讲伊偌住在？也身心甲法界啊，融成一体咯。啊，原教初祖以上，以及顶格菩萨四十一位法身大师，皆属出土，位位皆分证，
相即公土。虽然伊会种相即公，伊也袂当刻入相即公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现在啊，咱明了咯，无死无明习气啊，无断清气啊，断清气就完全回归相即公咯，十不中央土嘛无咯，万岁上皆是浮梦，所以叫做世界头前的三土：动机土、方便土、十不土。拢是有生有灭，然而啊，只有生灭，伊无变化，所以啊，该称作一真法界啊。啊，为什么无变化呢？伊也无阿赖耶识。啊，正着三不提菩萨，拢嘛是转八识生死地呀。啊，识咧伊才有变化，刹那刹那的变化。啊，相即公内底是无变化，所以啊，真正无量寿啊，真正无量功啊。得着了，永远得着，为个时期啊。啊，进入世界呢，四土建立相连啊，无变化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往生净土人注意啊，每天啊，唔知影讲有偌济人去往生。啊，每天都有地界的人正着上一公，啊，唔知有偌济人回归上一公，啊，这现象伫叫世界川流不息啊！啊，每天比较起来正多。每天新进来的人嘛，真多，啊，拢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这世界建立也是永恒的啊，建立常年呐、啊，永远都是这款的啊，啊，未衰未变。那一代人的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都同款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身心清净安乐啊，无比啊。啊，跟这个世界是无办法对比的啊，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咧讲十宝土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，修养啊，完全是十宝土。啊，咱在要往生
去到迄地咧是反省当基土，但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这个啊加持，改做阿维越地的菩萨，还就是讲，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力，一切拢啊甲是佛陀的菩萨完全同款。这是未当啊，无去争取的，未当无去求往生，这道理在这地啊。啊，那是靠家己修到啊，这个还是报托，还要多多一年呢。啊，真正难啊！拄着这法门，这个机会，这个机会太难得了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凭借经济书讲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啊，你拄着了，你也掌握着，你就成就了，恭喜你了。你袂当把握啊，你真可惜。啊，这回机会当面啊，错过了。啊，搁看下面第四段，上去讲土189名第二行，发心佛所居之土，名为上去讲土。妙家佛果啊，顶家之上，顶家菩萨等最后一品，无始无明时期，等清期咯。这个等清期了后，是破土都无看到咯，将这公土现前了。啊，这正着圆满的发心啊，发心无形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嘛不是自然现象，无现象呀，一直都为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伊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啊！你袂当离开伊啊，离开伊就无咯。啊，伊是真正的家己，都是家己的真心。都是家己的本性啊，所以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嘛是这个本性所生所现啊。上集讲呢是灵性灵现啊，对这地咱啊慢慢体会到变化界、虚空界，甲家己是一体。啊，你会当认识一体咧，你会当生理一体咧，这叫无性法印。每个怀疑咯，完全肯定。啊，一体内面无冲突，一体内面无分别，一体内面无执着。啊，所以在烦恼习气咧，完全断个清清气气咯。这一体来对，无起心动念，
哪会分别执着呢？要盖文，然后也大师讲的，实相之体，上次讲是实相之体，啊，叫发心，非执非着啊。啊，执呢是定，着啊是非。呀，有定慧无？有啊！你福执理行教，教理行执，教理执共明相即共土。可见呢，该好这名是勉强的，伊无名好。那名好是对分别执着来对变现出来。离开啊，梦想分别执着，什么名啊，什么好啊？所以老子怎样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；道可道，非常道啊！哎呀，啊，真的真的，什么拢白未丢，念头都拢未起，起这念头嘛是假呀、啊。啊，所以这里教呢，用名清净发心。那清净发心有心无？无心啊！啊，相即共土有土无？无土啊！地质来对什么拢无？啊，心土拢变得光咯，除了光以外，什么拢无。但是这光也现象，那、不是家己现象，家己现象也是凡夫，随缘现象，随什么缘？随众生的缘，就是讲众生有感，伊就有应。啊，伊个现象是对众生遐来啊，那所以兴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。伊现象是功德，众生以清净心感，伊现清净相。众生啊，以念有的心感，以现念有相。所以要知影，是破土是现呢，当基土嘛是现呢，天堂是现呢，地狱嘛是现呢。啊，太平盛世是现呢，灾难顶顶嘛是现呢。啊，有什么现呢？随着众生念头的现呢、啊？众生若是无念头，伊什么都未现。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呀。话题都会来，是心相啊，这样的心相，家己的心相啊。跟别人不相干啦、啊！啊，你真正从清楚、从明白这一生，一切这一物，可乐古不完全？哎呀，家己啊，负责任，跟任何人拢无相干。啊，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是把宇宙的真相，把咱啊讲出来，和咱从清楚、从明白、清楚明白了后，这条路应该安怎行，免去问别人。
现在时间到了，咱啊都学习到这地。